近日，中程朋友国际军犬大赛俄罗斯选拔赛正式开赛，我们到比赛现场去看一看。全俄各地100多名优秀的训犬师集结在俄武装力量军犬培育训练中心，约80只不同品种的军犬呢，将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专业技能。根据报道呢，选拔赛共包括跨越障碍带、抓捕罪犯等5项测试，评委将会严格评判军犬的速度和准确性。那么，经过层层选拔以后，最佳团队将会代表俄罗斯参加国际比赛。